你是大魔王了，做我的小公主吧。神农嗯嗯嗯啊！我能许你一个愿望。我要一个阿拉丁神灯。没的问题。出来吧神灯。嗯，我可以许你三个愿望。我要很多钱，我要很多美女，帮我再召唤神农。可以。出来吧神农。妈啷个又是你？我要一百的。真羡慕他们，什么时候我能有一辆这样的车？哎，好累，公司压力太大了，真羡慕他们，自由自在的。